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打扫卫生啊。我要你打水，你打扫；我要你去东，你去西；要你煮饭，你煲汤；要你拉屎，你拉尿。疼不疼？好疼啊！人生悲凉，不过如此。不过宝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走出这个客栈，到时候咱们斩妖除魔，挥洒热血，天下无敌。你到干嘛？颓废的局限，配不上昔日的容颜。信念不妥协，叫人心无悔的瞬间。信念不妥协，叫人心无悔的瞬间。哎，都来看看啊！苗疆特产百花茶。哎，都来看看啊！哎，都来看，都来看看啊！哎，焦东一，鸽子放了吧？哦，放了。OK。哎，大哥，您来一包吧，大哥。哎哎多看看啊，苗疆特产百花茶，百花茶，哎，大姐，百花茶，百花茶，百花茶，大姐，大姐，你过来看看，大姐，百花茶，茶水、厕所通通免费啦！哎，客官，请。你站住！几个意思你？我们两个。二，你说谁二呢你？干嘛呀？找茬啊？我们卖百花茶，你们就茶水免费，你们诚心抢生意是吧？我们家茅厕还免费呢，你们卖大粪去啊？你说话是不是太难听了你？我说话难听？我还嫌你长得难看呢，看你长啥样啊？我们家呀，只是菊花茶免费，普洱茶和绿茶都不是免费的，而且老板娘每次冲茶就只用那一丁点儿茶叶。不是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？放我过来怼呀！别急，我跟他们说一下成本，他们就明白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又咬叫！我们可不是吃素的。你这吃什么呢？你看。我吃烤乳鸽也招惹你们了。这不是乳鸽，这是蟹鸽，这是我们家阿信、啊。你们家阿信，阿信是大家的，还你们家的嘞！哼，臭丫头，你们是扰乱市场秩序，还吃了我们家阿信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不要咄咄逼人啊！你骂人，你才逼人呢！嗨，何方妖孽？敢在我的地盘闹事，哇！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啊！两个大老爷们欺负几个小姑娘，这姑娘再爷们儿，她也是姑娘啊！这样吧，我们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如果你们还要闹事，就别怪本大侠要主持公道了啊！滚蛋，找死吧你！哇，很嚣张是吧？哼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大侠的炎龙臂。我的右手可是连我自己都打呀！哈，没事儿。宝儿，难道生我的气了吗？大哥，我的狗眼啊！跟他们拼了！天雷滚滚，我听话炸了！敢来这里捣乱呢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找高手来教训你们！叫！是谁你哥？哇，我看。茶水免费，水免费，免费费。逍遥，我听说早上你们跟半夜叫的小摊贩吵起来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只要我一出马，
谁敢叫板？逍遥哥哥真厉害。哎呀呀呀，全余杭镇的牛都被你吹炸了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姐姐跟逍遥哥哥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之间的情谊可是很小很小就有的。你没事吧？青梅竹马，你就死了心吧。哼，朝廷可规定了，早恋不许成功。你呀，死了这头心吧。哼，你没事就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秀兰。小哥哥，你家宝儿什么时候能恢复啊？哎，谁知道，女人啊，都难猜。我听说白月娇要来报复咱们，他们不会真的来砸店吧？我就呵呵了。你想想，咱们店里面啊，左月如，右灵儿，阿奴招财，婶婶镇宅，谁能动咱们啊？他们要是真敢来，就直接关门放林月如，要不咱们也能吓死他们呢。呀！哎，阿奴，咱们院子里什么时候来了条野狗啊？吓死你啊！自家酿的桂花酿，哇哇，香不香？香。对不起，刚刚放了个屁。每人尝一碗，不许偷喝。不是说一人一碗吗？分吧，啊！咱们呢，酿的桂花酿就这么几坛子，从明天开始呢，咱们店就开始供应了哈。所以说都不许偷喝，要不然的话。走吧。谢谢灰姑。我来吧。逍遥哥哥。你说我右眼皮一直在跳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呀？哎呀，每天生活在这客栈里面，已经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。那你说会不会是拜月教那帮人要来找我们麻烦呀？哼，不用怕，任他来多少高手，本大侠都可以机智的反杀。这个人一定是个高手。你怎么知道是个高手？你听，这个 BGM 都燃起来了。我去叫人。哎，这位客官，你要来点什么呀？嘿，我们这的菜都是绿色围浇的，我们这边的鸡鸭鹅都是自家养的，还有大内特供的桂花酿，以前只供县太爷，后来县太爷被双规了才拿出来卖，绝对赞哦。来一壶。来一壶、来一壶没问题啊。可是你有银子吗？没有银子。哦，没有银子，没有银子就不是客人了，不是客人我就不用摆笑脸了。说吧，砸场子还是要饭的？我既不要饭也不要钱，给我来点酒，一壶也行，就一壶。一壶酒。不管你是要饭的还是拜月教来砸场子的，喝完酒赶紧走。本大侠吧，最近心情不好，不想伤人性命，可是呢，这家有猛犬，你要是再敢耍花招，我就直接关门。敢来砸场子，德玛西亚。别人在躺在，有
呀！勇往直前！老白菜帮子，敢来我这儿挑事儿啊！慢着，在下可不是来砸场子的。逍遥哥哥说，这个人是个高手。在下是高手没错，可是高手也是人啊。我是说他是高手，但是我也没说他是拜月教派来的。在下呢，只想问一句，这酒是谁酿的？哼，是我们店老板娘亲自酿造。哎呀，这酒太好喝了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我去，想泡老娘。大师，您贵姓？我姓李呀。哎，灵儿，今天上午那个大师住在哪儿了？老板娘说他没有钱，给他安排在弟子一号房了。啊，客官不要，要没得。逍遥哥哥。哎，灵儿，那个早上那个大师住哪儿了？他住在弟子一号房，不过。谁啊？大师来了来了，咱们聊聊呗。啊，进来聊聊。好狗不挡道啊！哼，本小姐就是一条恶狗。喵喵喵！握爪！我去！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偷我的酒去送人情！哼，你的酒不也是偷来的吗？拜师学艺这种事情呢，讲究的是各凭本事。你技不如人，就得愿赌服输。哈哈。叮当的咚咚当当，呼啦！叮当的咚咚当当，蹦哒啦啦啦啦！大师，我来了！嘿嘿，哇，婶婶！哇！拜拜！流氓！流氓！大师，大师啊，我想拜个师，学套剑法，可以吗？好说，好说，好说。开门呐，林月如！开门呐！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喂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开门开门呐！林月如，林月如，知道你在家。喂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我知道你在家。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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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有本事开门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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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本事开门呐！气死老娘了！灵儿。哎呀，逍遥哥哥，你不要再和玉茹姐姐自相残杀了，要是让老板娘知道你们偷酒，肯定会把你们豆馅儿捏出来啊。哼，我先把林月如的豆馅儿捏出来。灵儿，你身上都附体了。哎，总说豆馅儿，肚子都饿了。宝儿，你不生我气了？乔哥哥，你的右手终于恢复了。灵儿，你说我这右手是不是被狐仙附体了？刚才谁在我门口叫？狐仙？朝廷规定，建国后的动物不许成精。哦，那就是建国前的，道行更深，年道所以也更深。也可能是鬼上身啊。逍遥哥哥，你说的我好害怕呀。完成。哇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，感谢大家赐予我这个宝贵的武林盟主称号，我以后一定。夜半三更，客栈后院。大师，弟子李逍遥在此跪求大师收逍遥为徒。我，弟子林月如求大师赐教。喂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你都不知道我来干什么，你来干什么？反正你干什么，我干什么。哇！哇！哦！他这是在教咱们武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喝多了呢？不是我！臭小子！大师，别动兵器啊！不是我，是我的右手。大师小心啊！
你小子到底有几分根骨。这样吧，看在喝了你们家这么多酒的份上，我就收你当个徒弟。啊！耶！谢谢师傅。哎，慢着，想当我的徒弟呢，就得跟我走，上蜀山。给你两天的时间，过期不候啊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马上就要上蜀山学剑法喽！你能活到明天再说吧。哎，阿诺，你说这些男人是不是都喜欢灵儿这样的姑娘？不是。他们喜欢像我这样让他们心头一紧的，而不是像你们这样让他们菊花一紧的姑娘。什么呀，他把我这广告的脚骨给吃了，吐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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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面做的，怎么不能吃吗？这世上不是缺少食物，而是缺少发现食物的眼睛。所以古人都说，吃食物者为俊杰嘛。真是个没救吃货呀。